个还蛮好看的。OPPO 你的？哎，低阶在零，他跟你讲过几摆啊？还没几摆，他刚碰过几摆，你还是怎么搞的？你干的哈？你在看啥？干一年？你不要跟老人女神崩坏了啦！那就是因为今天是春训日嘛，那我们的异想天开呢，也会拍大家就是什么验收啊，或者是练舞的一些过程。对，地狱验收日。是的，那你已经验过了。对，我刚刚因为也是要拍片，所以想说，赶快验。对，也试过。哦，职员加油，好不好？职员加油。那我们今天进行一个小测验，好不好？好，先看看你们对我们乐天女孩的手势是什么。好啊。好，这很简单。亚涵。飞飞，飞飞，对，这太简单了。要会吐舌头的小子，感觉没有什么。这个好难哦，这个很难哎，鼻子一点点啊，咖喱，这个太难了。这是十元吗？我被舌头看出来，没有，我胸部没有那么大。是吗？对，因为胸部很大，是感觉是小个，对，感觉他是小个，亚涵吧？亚涵吗？还蛮好看的，哈哈哈哈哈！对，我也想戴，我觉得是一个姿势，一个感觉而已，有可能是在戴影，戴影，哎，好难哦，露不出你的胸部，哈哈哈哈哈！哇，很好训哦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部位很难呐，我们不会对啊，部位，嗯，我们要比他们厉害吗？上一组。没有，好吧，没关系，我们比较资历比较浅，对，你要检讨，我回去检讨，你要多看一下大家的局部，好 ，OK， 如果多一点，我们这组前面有可能对比较拍得出来。陈思远呢？哎，等一下，你们题目也太简单了吧？这个萧煌奇都看得出来，你们我是思雅，思远呢？太酷了，样子很简单。第二题，这个男的吧？是谁的？这没有虎牙，就是我。谁的牙齿还没弄？我是幸运，看不太出来。哎，没有咖喱啊？我觉得不是咖喱。没有咖喱的牙齿弄了。哇！我会猜幸运，因为幸运蛮喜欢这个动作。好，咬舌头哈。啊！这是咖喱？这是什么时候的咖喱？刚刚猜对哦，咖喱。这是 Yuri 吗？还是一个？这是 Yuri 吧？我觉得是 Yuri。好，那 Yuri。哇！你自己猜不出来啊！猜，这是谁？那个啊？你赶快讲啊！会飞吗？不是，你们两个真的跟乐天很不熟哎！好烂哦！你们真的很糟糕哎！那你猜出来吗？不知道谁啊？那你还敢说我们？还是戴颖？算一下，是立轩吗？立轩是梦洁，梦洁有信心。林丹，我也觉得是林丹。起的时间到了，异想天开要请大家喝饮料，来。什么？我们有一个小考验，要通过考验才可以喝吗？对。好，是什么考验？异想天开的观众。很多，有一些不乏讲台语的。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我是台南人？对呀，我记得他台语不错哎。那你先简单的跟大家自我介绍，孟姐台语怎么讲？孟姐台好像叫猛给吗？就是好像不是很好念。然后你是什么乐天女孩？讲一讲。我是乐天女孩。怎么变？我是广东话。比嘎比嘎比嘎丘啊，快镜头念一遍，比嘎比嘎丘啊，好萌哦。你知道黑羽芋圆茶吗？把它翻成台语吗？对，黑羽芋圆茶。哦，下雨的雨，嗯。好嘎哦，一得啊！我知道了，他们台语有问题，还是脑子有问题？雨黑雨芋圆茶哦，这一次黑雨芋圆茶，
我一下，我直接打给你好了。你再念一次，你刚刚都念对了。哎、哦欸，你的台语怎么念啊？吼吼哦吼吼吼哦吼！哈哈哈！哦哦哦，一得可以，什么意思啊？是黑语预言茶，要念快一点、啊。哦吼一得。黑语预言茶哦，好啦，你们不要再让我的女神崩坏了啦！哦哦，你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经纪公司会打来吗？这是你们要的吗？对、啊，答案，正确答案，正确答案。哦哦哦，你等。哎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，哎，阿赫异想天开。怎么讲？怎么讲？啊，我被乱说话。欢迎收看，我被乱说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。收看收看。今天这部主持人，伊是伊轩，我是若彤。大家好。很厉害耶！那我要看台语节目。对啊，那那你有想过要演戏吗？应该没有要设限自己。你说那种台语啊，就是。你这阵灵，我跟你讲过几摆啊？什么几摆？你刚讲过几摆？你还是在讲话？你看安尼哈，刚讲几摆？你还是在讲话？就嘴巴，我跟你讲，就嘴巴。你听无是呢？是你，你哪会当安尼对待我？伊都无爱你啊！你这哔哔哔啊！不能播，不能播。这一题呢，算是蛮新的，看你会不会。叫做假日而已。假几年呀？这么标准吗？我知道了。那我觉得你可以讲看看，你在看什么？假日而已。你在看啥？假日尔。假日？你在看什么？假日而已啊。好啦，很标准啦。你们不要，这节目是让我们女神崩坏。对